的，各位媒体先生、小姐们，各位先进们，因为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接到碰果的一个简讯。那我觉得一个人面对到最后，他自己真的要必须面对的那一刻的时候，也许他有很多用词，会把周边的好朋友们也都从梦中里面惊醒。碰果的那个文字内容是告诉我说，如果他真的有什么事的话，请我照顾他们家里的人。那对我是他的徒弟，这么30年来他对我的照顾，我不可以让一个老先生有这么样一个过日子的心情。那究竟内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即将如何面对？我们今天把所有各大媒体都请到现场来，我也希望，因为当时我建议碰果说，再怎么样，你如果连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不能面对？你是一个这么有才华、这么有生产力的人，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来面对这世界上你应该面对的每一个挑战？他考虑了2-3天，那今天我也是临时接到这个通知说他确定要这么做。那今天早上一大早，那个诺诺的岳父在岐山出殡，那我们就跟一家人一样，因为第一班的高铁下去是8:30，所以来不及7点，所以我凌晨2点多我们下去了，然后现在又赶回来，因为这是一个这个家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请大家给碰果一个机会。那我们请那个耀眼剧团的曾慧成曾团长，那可能他们有很多的合作的内容，他也要到现场来说说话。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跟朋友认识哦，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其实会看到凤哥，其实他我其实只是想来那边支持他哦，因为他对于一些创作啊，在电影啊，在舞台剧啊，在所有的电视上他所付出的东西，其实真的是在我还没有认识他之前哦，就是完全改观哦。那他对于台语文化、对于本土文化的蕴含哦，其实非常非常深哦。那这几年他也都奉献了他很多的心力在这一块上面，无论在舞台剧、电视、电影上。那我是觉得就一样，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一起合作很多作品的朋友来这边支持他，也希望他的这一个能量哦，跟他对于这些文化的东西可以继续再往下哦，而不会因为一些现在遇到的困难哦和有所停止哦，那也希望他能够，大家可以给碰一个机会这样子。好，不好意思，这个中午时刻麻烦大家来，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情况。那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说，我宣布我已经破产，人格破产，信用破产，从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这些债务的问题，我跟大家讲的是真的。从我拍电影到现在，负债额大概2亿4千万，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还掉了一半。你因为这几天的努力，很多要投资的人的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啊，再加上疫情的关系，很多外资也转不进来，所以到现在完全撑不下去。然后也把很多好朋友啊，包括亲戚朋友，包括耀眼剧团的仅有的财产都给我拖下水了。所以我对于这些好朋友，我先说声对不起啊，把人拖下水。那至于这几天以来，债权人的紧迫，他们的需求，但现在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必须跟大家，希望大家帮我转达的是说，我不会跑，我也不会闪，我会面对大家，然后请债权人给我时间，因为我还有生产力，我愿意下周起一一跟大家面对面的协商，看怎么样的一个还款的方式。那至于为何债务会滚这么样的大，我想等一下我文字的朋友可以留下来，我们可以聊一聊大概就是这个主要的问题，是因为时间再拖下去，恐怕会有很多人不高兴，所以我要跟这些债权人的朋友们说声抱歉，请给我时间，我目前还有三个节目在手上，并且还有很多后面的作品要启动，本来就是一一要做的时候，其实时间表都好的，只是因为疫情发生了，所以让我们的整个所有的演出一路的往后延，一路。那前不久文化部纾困案的艺文团体最高的补助案的上限，我们也申请了，结果获得的是11万多啊、哦，这个当然是剧团方面的痛苦。所以大家做起这些艺文类的事情都非常的难过，但我没有要躲避的意思，所以还是强调那一句，各位债权人，让我给我时间，我会一一跟大家看做怎么样一个协商处理。谢谢大家。你有任何问题要提问？破产，包括债务也都算破产。我说的这个破产是目前我的能力完全无法负担，目前啊，及时的负担还款的这个能力，前面已经还掉一半，那后面这一半，因为我刚刚说的，因为等等很多很多因素的，资金不到位啊等等的，包括这两年来我不断的在寻求投资者，100%都是到了前一天跟你说我不投资，所以每一次再一次的努力都见不到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契机，所以事到如今只好面对面跟大家协商。方便透露目前债务的数据吗？嗯，对。你说是？目前我刚说我分掉一半，大概1亿出头。那还是偿还的，接下来还是偿还的，就是这个1亿出头。了解，对。你刚刚说负债是2亿4000万，现在有5亿，那到底？那就还掉一半，还掉一半。就是1亿2000万左右。那家中的房产是不是有还？已经是用房产还掉前面的，对。地下钱庄高利贷借？这个我必须跟你讲，有。对，不然是过不了的。那这些，它会越滚越大的原因也在这里，所以。当然我刚说的现在还钱这是大家心甘情愿的事情，愿打愿挨的事情，所以必须要面对。我有告知了一下，因为其实他已经把房子在做一个卖出的动作，前面的解决的问题，然后我不想再伤及那边，这样讲好了，要再去找到一大笔钱是不是可是是办不到的事情，所以我愿意用接下来的工作啊或者是什么，然后在寻求投资的同时先跟大家协商。所以跟地下钱庄借6000万。我
刚已经我刚回答说有，那到底数字是多少？我没有详细去统计，只是说现在做这个动作是告诉所有的，我不会去什么，因为我刚说的嘛，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所以现在就是要还钱。那希望大家能够，不管是朋友的，对很多好朋友都好意思，或者是利息比较高的部分，我一定会面对。大概是，您一开始就是跟地下钱庄借钱，还是有借钱？没有，一开始是从家里面处理，到底怎么样去接触到的，其实我也忘记了那个详细的情况。他取得容易啊，但是后续的雪球效应会非常的大，所以现在他我必须做一个。承认说，我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都先停下来，然后让我来协商。这是我们自己犯的错误啦，因为有时候可能想法太过于天真跟浪漫，希望有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啊，可以值多少钱啊，怎么？那事实上，这些无形的东西，并没有办法代表。一栋楼啊，你有什么担保品的什么，并不代表这个，所以，艺文人的想法比较天真浪漫嘛，所以现在必须要在这个梦里面要醒过来，来面对这些所有的现实状态。但是我是要强调，我不会傻，我会一一跟大家面对面的协商。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跟他碰过身边30年，然后他是一个绝对浪漫的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曾经也几个晚上没有睡觉，为了写一本剧本，他要有一个很好的结局，他都希望能够为这个环境创造出一个真正属于本土不一样非常柔情浓情的作品。那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驱使之下，他希望说能够得到很社会很多方面的赞助，因为毕竟拍一个现在在台湾拍个电影，他要的那个资金并不容易到位，所以呢透过很多朋友去寻找最大的可能，所以这样的雪球经过这样的碰撞之后，今天就滚成这么大。那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在录影的时间过程当中看到碰狗有点失神，他以前的那种灵敏的反应怎么会今天看起来有一点空洞？那我一直觉得他生病了好长一段时间，这个人已经不开心了，那究竟他是被什么样一个巨大的压力那个巨石所压住了？那他又是一个永远报喜不报忧的人，他周边的朋友最亲近的朋友他永远不会告诉大家说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事情他都自己扛。其实包括办了很多活动，这活动不管他是可以有获利面的，他其实永远没有在管他获利面，他永远在管这个活动能不能圆满把它做成。其实我们办了很多公益的活动，透过不同的界面，然后他说不够的钱我来想办法，可能他的个性已经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都是这样的一个，我要付出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时至今日所有的洞他要自己来补了。我们看你计划你的还债的那个计划有没有还款计划？就我每个月的，因为我怕影响到电视台的观感，所以我今天选择跟大家公开说明，希望这个电视台三个节目如果他们有任何的意见我会尊重，然后这三个节目的收入可以作为最基础的，但不够了还款，然后我后面的包括跟剧团合作的很多至少有8项的作品的寻求合作的方式不会停止，
希望能够在疫情过后或者是书能够得到比较大笔的金钱的进入的版权部分的赞助或者是合作，然后尽快能解决把钱还给大家。有八大的节目嘛，对，然后公视的三立，还有三立的。那我觉得因为碰口的创造力，包括好一阵子他我看他碰口就是非常疲惫的面对每一次的录影，问他什么事他也不说，然后我只跟他讲说你的创造力这么高强，你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你是不是要面对很多事情，他永远不会说出事情的内容，所以导致今天这样的结果。我觉得他还有很多剧本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的，真的，川儿现在已经成为那个高雄的卫武营的定目的很棒的内容，还有几出戏是在一直在做巡回的，如果不是疫情的话，我们现在都在日本在演出这一出戏，这在在的显示就是这样的一个艺术价值的一个生产力还是绝对存在的，所以也希望所有的老板们可以给碰口一个机会。啊，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只是因为时间的，甚至有些已经过，或即将到了，那就总不能一直给人家拖下去，所以一定要面对面的去协商这个问题，因为我刚说了嘛，现在就一定要还，所以怎么样的一个还法，希望能够大家沟通出来这样。那有多少债权？大概十几位吧，包括好朋友，这些好朋友，我刚说对他们很不好意思，包括耀眼剧团唯一的剩下的钱，他们只留几万，其他都给我用。凤哥，你刚才说时间快要到来，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困境？这个困境其实已经差不多有两年了，那两年都是时间到这样来来去去来来去去一直在等待着，这两年来我大概接触了有我刚讲的20个有意愿投资的人，去年8月29号要签约，那是1笔4000万的投资案，投资不是说给剧团，是给原创版权的人，然后律师他也找了，条文也已定，可是在8月28日就在前一天他传赖给我儿子说，因为香港反送中，所以我们不投资了，都会在让你给你措手不及的情况之下，在前一天跟你说不做了，那不做了之后原来打算好的东西他就会很快的去翻倍，所以这样一路这样下来到现在，他必须做，我必须做一个，也是您刚说那个还款计划，就是我跟大家协商我每个月能够生产多少，然后在等待寻求一样投资的同时，请大家给我时间这样。那大至于这个时间会有多长，我现在还没有跟人家协商，所以也没有办法定出一个大家一个可以认都接受的时间点这样。那今天出来是因为是有被烧到 B 债的这样的状况，所以今天出来做一个说明。没有，在这过程中没有任何人 B 债啊，没有这些问题的产生，只是说我现在没有办法照时间去还给人家钱，所以我必须因为每一个人，如果你说我欠你钱，然后我一再跟你往后演，大家一定会很生气，这是一定的。所以我希望透过公开的一个会对债权人的致歉，然后让我们来面对面好好的协商，因为大环境是这样子，所以那像今天出来家人有讲些什么表示？家人有什么表示？
没有，因为之前的我刚说过的还掉的那个一半，对家里面已经几乎已经是全数出境，所以接下来就是他们也没有生产力，所以我来面对这个事情，就是就刚顺子讲的，希望各位在群人还有不管是好朋友们给我时间的。他当然一开始是很生气的，但是接下来还是要面对嘛，所以他用房子去做前面那一半的一个债务的处理，可是接下来是这样是不够的啊，那只好我来跟大家见面，不是说啊躲起来呀、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还是老话一句啊，我还有生产力，希望大家给我时间。我在担心手上的结果够一下。所以我刚说过，我尊重电视台的意见啊。真正如果受到影响，我们的演出会继续啊，然后会希望这个疫情能够赶快。缓解，能够让我们不断的去巡演，什么？因为很多作品是不光靠演出来收入是不够的，但是有些是版权，包括电影的东西啊等等的。我希望能够在最快速的时间里面，只是希望能够有合作的老板来愿意出来投资。然后让这些赶快停止下来。他们以前没有跟电视台有磋商过？没有。我这个完全是我个人的想要跟大家说明的，所以这个跟电视台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我那个破产的消息有让电视台老板先知道过？没有，我只是因为破产跟做节目，我觉得是两件事，就是我录影，如果大家他们认为，如果电视台认为说你这样子是不是有损的形象或者是影响节目，我不知道，这个得由电视台高层来做判断。那今天我一定要面对这件事情。跟所有债务人一起开会讨论协商还债计划。是，我希望从下周开始，今天礼拜四，下周开始就开始来进行这个事情，然后每一个人来碰面，我们用诚意最大的诚意来跟大家沟通。陈毅老师，是。我们有一个好朋友弯声乐团的哲毅老师也到现场来支持碰口。其实弯声乐团碰口跟他们也做过很多很多，到全世界华人地区做了很多的表演。那今天好朋友他今天早上还有演出就过来。好，李哲毅老师欢迎。好，碰哥好，那个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其实这几年跟碰哥的合作以来其实我个人真的觉得碰哥在自己的工作方面是一个非常认真努力的人，然后他对我们所有的艺文团队，他是完全从头到尾只有付出，不问回报。所以其实我们所有艺文团队在跟碰哥合作的过程中，感受到他满满的热情，而且呢，他其实愿意为我们就是做所有的资源，所有的人脉都愿意跟我们分享。其实即使在我们这个艺文圈都很难看到像碰哥这样的人。那最主要的重点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市侩的说法好了啦，因为其实碰哥他本身在创作方面的能量，不管是在文字、在电影、在音乐、在所有的综艺，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层面，包括到现在跟我们艺文团队所合作所产生这些的，其实我相信只要让他可以在
正常的状况下去发挥的时候，其实这些资产的可能性是无可限量的。我们也很期待说，可以让他在一个不受负担的状况下，发挥他累积了这四五十年来的这一些这么棒的人生经验跟资历，让台湾的不管是在电视圈、娱乐圈、电影圈，还有包括我们艺文圈，都能够得到那么丰富的一个的资源，让他好好的跟我们一起可以一起工作，一起再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的作品。其实我个人是相当期待可以让碰哥有一个机会可以跟我们好好的继续工作下去其实这是我跟他认识这五六年来最大的一个感觉，是觉得碰哥是一位我们台湾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国宝。其实他所累积下来的这一些事情，对，我不是恭维他，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大家以后就会慢慢看到这些事情的能量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些事情能够持续下去不要让这个创作的可能性，对这些事情的热情因为这样子的事情而中断了，就有点可惜我个人是绝对100%支持碰哥继续创作。其实这几年演艺圈走了几个专门制造欢乐的前辈，几次都在节目里面都在消遣碰哥说，现在要拍赶快拍，拍一次少一次。前几天他发了一个简讯给我，那一天就是罗姐走的那一个晚上，我的头皮都麻。然后我们在出三立外景的过程当中，很多那些阿公阿妈说，你两个都不当戏哦，你两个好好做这块的哦，我们是给那么多我们台湾这些阿公阿妈我地上我发上这么多欢乐的两个人，我们专门在制造这种欢乐，你怎么可以这么痛苦的过日子？不可以，你的辛苦我们都感受到，你不说也没有人可以帮你解决。所以碰哥今天愿意站出来，一切的坦诚的坦然的面对，真的希望所有的老板们给碰哥一个机会，让他有机会为大家继续服务。也许我们努力，我们大老板们，你们觉得这也许你们的金钱对他来讲就是一个生命能量的益助，你们缓一些来，因为他因为面对的时间到，他太多压力，他很多事情他做不了。如果有时间让他慢慢的还款，也许会有更多其他的老板说，那你有什么样作品是不是能抛出来，我们现在大家在防疫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能创造一个很大的内需的一个作品，也许这一次就回来了。演艺圈其实有很多事情是个大的赌注。那今天拍一部片子，我刚在高铁上面看到，我们魏导演也是为了一个三部曲，他去募了四五十亿，那是更大笔的钱。所以碰哥有时候你要讲更多、更清楚，让他更了解。你自己一个躲在巷子里面，在慢慢的细数自己这一路走过来的手指头，你出来让大家更知道，也许帮助你的人更多。有时候我自己太过自信了，我觉得这些问题我可以。很容易的把它解决掉，可是大环境开始变的时候，事情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子。现在哪怕要去借到100块钱都非常的困难，因为大家都怕。可是我有这个诚意，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努力工作，希望能够跟大家协商。对于很多细节问题，如果大家还有时间留下来就聊一聊。好，各位记得先进吧，还有什么问题都没有，待会我们文字跟碰哥可以跟大家聊天。好，谢谢大家，谢谢。碰哥，那就之前有推那个个人的石洞飞行的部分，目前的情况持续的还好。那个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那个是朋友做的，我是免费肖像让他使用，啊，从头到尾我没有领到半毛钱。对，那我也不是股东，我只是基于朋友帮助的立场，用我的人头给他用，然后包括活动的出席。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记者会在那边告一段落。等一下，我们愿意跟文字的记者先生小姐们再做一个面对面的这个陈述。谢谢大家，谢谢。甚至跟人家拼到说，比方说你投资1500万，你努力的输出我，就是为了当时追寻一个坐在导演椅上面的另外一个领域，就希望自己能够跨出那个跨出综艺啊，一直到电影里面去。可
可是事实上方姐曾经警告过你，方方他说恰恰你要做这个事情，资金没有到位千万不要动。那当时我是听不下去，我认为反正拍好看就会，可是试不下来是亏得很凄惨。这一路开始一路开始慢慢解决，那难免中间就会碰到调度的时候，就开始滚雪球。其实我觉得碰头不只是说对于这个导演里有一个梦想，他自己也很爱演，因为我们从隔壁亲家那个舞台剧之后，他就觉得自己要创作自己的舞台剧，所以他也call了很多人来组成 team。像耀眼就是来帮碰头做这些事情，他的一个理想化。我觉得碰头就是太理想化、太完美主义的一个人，所以每次就说、啊、先把事情做好，其他事情我来解决。有解决吗？没有解决，永远跟他解决他自己。那因为他是我师父，他也不会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告诉我说，孙导你去帮我找个30万、50万的，从来没有。我说出来，我真的很对不起。前几年我要，因为我基隆山上，我有一个以前我自己的人生最谷底的时候，去那边帮人家测字那个地方，因为有十几年都没有修理。那因为我曾经跟神明报告说，那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来整理这个地方。那我回头跟碰果讲，碰果说，我出50万。碰果已经在所有的数字都出不来的时候，他竟然还去找了50万给我。那当时碰果财务状况是好还是不好？因为他一路都没有在讲他好或不好，但是一定是不好的。这个事才是一年半以前的事情，他现在已经面对了2年了，那我怎么会知道？如果我当时知道，我说，其实我有跟碰果讲，我说碰果，如果你真的有问题，你千万不要再拿哦，因为那碰果说啊，我答应神明的，我会做的，所以他是一个说到都要做到的人，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这个人，对钱这个数字那种浪漫，他觉得是。他的浪漫就是说，哎呀，我们这件事情做好，后面一定会有人来赞助我们。一直在想说，对下一个赞助就充满了期待。我曾经跟他讲说，哎，明天碰果跟我讲，明天有一个约签下去，人家1亿多就要到位了。我要跟碰果说，恭喜你，真的遇到良人了。结果隔2-3天，我的录影问他说，啊，我有签不？有没啊？啊！你隔天早起叫我去等6-7点钟，啊，人也无出来，就请公司的人告诉我说，可能明天再来一下，然后换一个地方。啊，这件事情你要来讲。我来说明一下啊，这个是在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哦，里面的总裁，但名字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们就保留。他就经由朋友知道事情，说我需要一些资金的。挹注，然后他就主动找我去，他说你到底需要多少钱？我当时说我现在就要推动，我要把那音乐剧导到国际版，我要把乐团剧团怎么样，加上我私人的问题，我需要1亿的资金。他说我给你3亿。你当下听的时候，你那种心动就说哇，他说台湾文化，这是他讲的，台湾文化就靠你。你把你的团通通弄来这边，主动的给你用，不用钱。你听得会心动。他说，去年的12月15号，当天约我签约，签约之后就会1亿现金马上打进来。好，我那天去等了7个钟头，没有钱。然后告诉，请别人转告我说，第二天的下午到这个旁边，华氏地下1楼有一个。直播的电流那个地方，去那边签的，晚上去了又坐了3个钟头，又没有签。他说明天早上是约8点，因为9点银行开门嘛，8点钟来得及。啊，晚上我7:45就到那边等到人没有出来，然后传给我一个简讯说，他现在要去基隆找一个大哥调钱。好，
那这三天是在做什么？那我也不能骂人家，就是那你告诉我怎么样的美好的事物，到最后就没有，就不见了。那我到现在还想不透，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需要饼画这么样的大？啊，当然这是其中一个例子了。这个两年来大概我刚说过，差不多了20。但是这几天我一直在不见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然后我是第一次把心事告诉给顺。那天晚上接到碰我那个讯息，他里面讲的就是说，如果你们在哪里找到我，就草草了事就好。然后家里的老小，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帮一下。我们怎么可能整个晚上就不用睡了、啊？我在找他，电话不接啊，找他儿子啊，他就说他想办法找找看。我们怎么可能对一个，免得只是一个当下的一个消息的想法，其实是那一念头，我必须告诉某一个人，因为我没有人可以说，所以我就传给双方，就是当下的一个念头。后来想想，其实这样做是完全不负责任的，那是不良示范。你这辈子给多少欢乐给大家，然后你最后你去了解自己，没有，这什么意义在哪里？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讲，这是当下一个冲动。对，三更半夜就是觉得自己哎，我怎么会把自己的人生搞成这样？所以我把这个讯息写给顺子。如果怎么呢？因为有时候人往往会刹那间的。那个失去过头，后来我就选择一定要面对，然后我也跟顺子面对面聊天过，说那就面对啊，不要逃避这些事情，逃避没有用。我找到他，我就说你现在出来，你现在在哪里？我不管你，你明天你在哪里？我们要见个面。我说你连那个念头都上来，你死都不怕了，你为什么不能用你还有能创造更多价值的你来面对大家，搞不好真的有机会，是不是这样？罗姐到最后那个 pose 是挣扎，她一定想活下去，生命是很重要。碰哥不好意思，就是之前说有高利贷陷阱，那个利息当初是怎么谈，然后现在没有办法偿，利息我都不还记得。这没有办法记，是因为我就跟大家报告，其实每一个人算法不同，他的算法就不一样。那我也迷迷糊糊的，甚至自己一个记账本都不见。对。但是因为这个是社会事，所以你也不能讲你迷迷糊糊。对。因为所有每一个过程，你必须心甘情愿，你才会接受那个条件，然后去面对。是，所以我刚刚跟大家报告说，不管他怎么算，都是大家心甘情愿的事情。所以时间到，你就是还给人家，这个是什么？这个无关于什么，这是大家，没有人逼着你去借钱吧，没有人强迫，大家谈好了啊，你就这样，好，那时间到啊，现在因为能力不足了，因为我刚说了种种因素影响，所以很多钱他没有到不了位，那我知道就请求大家让我时间来协商。表示完之后，我再来细算，因为这个东西牵扯到，你多少的问题，所以我今天会把它好好算一下。目前我没有算过，好。那你们是不是一到两年前就没有？没有，这些什么鲁人啊，什么这些都是全部都是算的。我相信的、啊，没有人会这样。对，因为对我大家都很熟，
在台湾大家都很熟悉我，想讲一句玩笑话，你这个找我都行，你所以没有我是对着天说没有这些事情发生。其实你说在前面对我也没有任何恶言恶语，通通没有，只是希望说啊，大家就有问题坐下来协商嘛。只是现在，必须一次的来跟大家协商，可是我要一去讲啊，就会让自己的精神整个混乱。混乱之后，我录影会影响品质啊，什么什么，所以我才选择说啊，是不是请这各位媒体先进们大家帮我这个忙，就说我愿意面对，我会跑，啊，我们来协商。那个是单纯一个诈骗啊，那个是也啊，就是我很天真的以为他真的要我在筹一个4000万的为了国际版的事情啊，他就跟我说他有人可以拿到1000万，但是在现在也在侦查中，因为我大概讲述一下这个，他的意思是说，你先把手续费180万补给我，3天后1000万就会进。那你要找4000万，如果一个人出1000万，那也叫4000万，所以就没有考虑那么多。因为当时的还没有决定啊，演出是演播，本来7月26号是要演出国家剧院，后来是因为整个疫情之后转动，所以当时紧急要去打造那个一次就要让它到位，然后希望能够一眼就引起国外的注意，当时是这样想。那可能大家用这一点，然后把这个钱给弄去。所以我刚说过，如果心甘情愿的就是心甘情愿，可是这种诈骗的手法你就是寻求法律途径。跟凤伯刚有说到，就是有借高利贷，我跟他高利贷部分，他的金额大概是多少？你说总金额吗？总金额大概在5到6千万，可是现在不是在，已经不是在付利息了，已经不是了，就是我不是释放出讯息，就是说我刚宣告我破产，大家给我时间。我们来慢慢协商，我把这个钱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能够还给大家。时间有没有便宜的，或者去国家的，或者是没有这些什么，因为我一直没有逃避的，我一直到2个礼拜以前，都还是没有任何问题。时间到该点的怎么样都完全照事情在走，只是因为忽然间的一个投资款进不来，在上个礼拜开始就是整个大乱，所以我这不过是这一个礼拜发生的事情而已，可大家会受不了，大家会觉得哎，你有问题的，那它就会变成一个恐慌效应，就大家都惊啊，那在这两个礼拜以来，变成是，如果这边不是许孝顺，是任何一个部门跟他讲，哎，你可不可以50万借给我？他一定会这样子，怎么你连50万也在借？所以你这个人一定有很大的问题。那我们为了去等待所谓的那一笔，等一下许孝顺要骂我，就是你还在等一个东西，对。每次都有一个饼的梦想在那边，希望能够一次。因为那个投资款进来，它不是说针对某一部电影或针对某一项演出的投资，这个项目是投资我这个人，是因为我没事了，我这一本我就拿这一本去兜售，里面就不要翻了，好像我们在广告，不是，我就拿着这一本去兜售，说我里面有多少作品，你要哪一项，或者是我全部跟你合作，我都用这种方式来，希望用版权拥有者的方式来取得投资，这样子就不会影响到拍摄的资金或者是演出的资金，就不会是原创的共享啊，因为里面的我大概都拥有100%的原创嘛，我一直在寻求这个，那这个跟
一般平常的不是艺文界的人谈这个，他们会看不懂，他们会觉得说你有没有动产不动产这些东西的担保品，担保品这些东西成不了担保品。你说呢？他说有人我说你觉得那个具体价值多少，我说两亿，他就问我说两亿怎么算，算不出来，所以很难去取得一个担保品，去取得一笔资金来做什么事情。所以讲到这里会觉得自己蛮懊悔，就是说我老觉得你人家讲一个什么给你一点希望，你就会觉得说哇好像机会来了，那人家还没有拿出来，你又自己又去想了一个办法，他说哇那五千万，那你自己先去弄一个1500来，我们先来筹办，他们开办费用下去了，这件事情又没有，那1500又算你的。像有一次有一个人来找我们说啊，这个铁丝玉玲珑可以到对岸去做一个什么样大巡回，你能不能先拿一个什么样的出来，那碰过来说好吧，那先拿一点钱去做怎么样，结果那一个人就拿着我兔脸拿着我们他跟我们拍照的照片，然后去跟所有人募资，那个人募资募完那个资金拿走了，碰我去出庭。这我也不知道您为什么你的身边这么多这样的人，明明你旁边就有一个法警可以把那些人带来，你远离这样的一个，你退休了，你退休了，你已经退休了。你会觉得你刚才有说到说你陆续因为太天真，想到这就是人家跟你说要投资你多少钱多少币，但是你去做了3个小时半天都得不到钱，你会不会觉得是你笨还是你太天真？都有，笨、天真，然后浪漫、完美、唯美。我觉得一诺千金这个事应该要存在。事实上。这两年来是没有的，那不是讲好了吗？不是讲好了，所以这句话常常在里面转。那怎么会这样？好吧，那人家因为他要面对，因为碰哥要面对每一个洞，所以他觉得有个机会来，他又要去面对那个机会，才能补完这些他自己挖的洞。所以这种恶性循环、重蹈覆辙的事情一再的发生，一再发生。身边还没有出现一个专业帮你赚钱的会计的人？没有，因为我对钱本来的概念就很差，那只是后来因为这个作品的转型嘛，就让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到我，会自己以为这样子。事实上，真正问题产生的时候，措手不及，哇！这个怎么办，然后那个怎么办，那我很多朋友就会骂我，包括甚至你跟可不可以请你不要碰到钱的事情。可是过去我都会太哎呀我这么厉害，自以为啦，我可以解决掉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舞台上的一切。然后现在就是说原来离开，只要离开表演场所，只要离开了那个装扮之后下来，我自己的时候，我是一无是处，对钱财的概念。所以你才要去包那个3600。你如果跟我讲的话，我给你补6000，让你变9600。那时候其实是我已经是不太经济已经是不太好，可是这种东西不能讲。但那你不是就是总理的这个没有，不好意思，是我想到了。两个礼拜前，对，我这样讲，那个过程发生什么事，我觉得那个是当下不能解决。后来我现在决定，我以后不再使用这个所谓的支票这个东西。你这东西不是我能控管，我干脆就让那个账户直接就切掉。所以跳票事情是真的吗？真的。
你自己的本票？支票。支票。那到现在总共跳票多少次？我应该接近接，因为他每一天，三次，但是每一次的张数不同。刚好说录影的时候，现在就说精神状态，是不是那个是忧郁症、忧患？这个应该比忧郁症，忧郁症对我来讲，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但是我认为那个对我来讲已经不是病症。我在舞台上可以丢掉所有的东西，然后去把节目给做好。但是这几次的录影，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怎么看出来。因为碰我两眼无神，放空在看前方远处。我说这句话，依照碰我这数十年来我跟他相处录节目，他一定会讲出三句很有感觉的话，但他竟然一句都没有接。这不是他，我觉得那个人已经不是他了。我站在舞台这边看的那个人，再加上他前一阵子因为就是两三个月前的那个运动，把那个髋骨给弄伤了，跌倒。然后一直也没有医好，那只要中间一有休息，都要拿一张椅子让他坐在那里。我看到那个人，其实我觉得这几个月来，我看他老了五岁以上。先不要吧，先不要了，先把这些事情留。如果真的要再拍的话，一切要照拍电影的程序走，一切。资金不是我找，我只是，如果我是导演，我是演员就演人家的戏，如果我是导演，我就做导演，其他的事我不会管，因为让我管一定完蛋。好，我也不管资金的事情，但是老板你们去处理你们的事情，我负责拍片就好。对，导演梦还是有。曾经有过就好。其实导演没有那么没有。我们在看他的导演演坐在那边，其实是痛苦的，不知道以为是权力有多大，其实没有，是责任有多大，懂也懂，当然付出惨痛代价也懂。这个你刚说不会再用支票还钱的意思吗？不是，是我不人生以后不需要有支票这两个字，是要还债要现金。这个有待协商嘛？对，你支票，你到时候，你没有钱，那不是更麻烦？又来，那银行不可能等你说没事跳票，然后没事，然后一直给你，不可能，一定会关闭，一定。当然，没不要说银行了，朋友都不敢碰。碰过你现在银行的账户里面还有多少钱？500多块吧。对，他刚刚有说到三张票金额大概有多少？大概其实1000万。可是其中一张就有2000万。不是，我说的三次，他每次张数不同，加起来。那演艺圈有哪些艺人曾经帮助借钱过？找我？艺人，你们什么艺人借你钱？借我钱啊！演艺人有借我钱，我不太敢向演艺人开口，对吧？哦，好像没有，没有。是顺哥有借多少？没有，我没有跟碰过借，我没有，我只有那一次是说啊，他愿意。因为我那边里面有生病，那个不是借，那个叫做奉献。对，我没有跟艺人借钱，因为艺人跟艺人借钱其实会有一个禁忌，就是有辈分的分别了。那你比较老资深的要跟比较之前一点借钱，这个动作是不适合的，不好，真的不好。会不会后悔当初就是跟地产商赚这些钱？这个当然后悔，就是也告诉大家，
的。可是在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是因为万不得已，他取得很容易。好，那我刚刚强调是说没有人为难我，但是借了就借了，不管。好，那现在公开说我一定会还给人家，是你自己要去借的，不是人家压你去借的。之后还会在等一下，如果有需要，应该就给他解决。没有，那个其实也没有那个能力。父母那天宣布破产之后，你会主动去找制作单位谈你的节目继续未来的动向，还是等他们来谈？我觉得我会被动，是因为破产跟做节目，我刚说那是两回事。那我你们电视台要怎么想？当然要经过今天之后，等待你决定。对，不投资是500多块的话，那生活方面的，没有，平常我就没有在管钱。我对数字是没有概念的，我的户头我几乎没有在看，这只是最近因为这些事情，然后今天到多少钱，然后我本来就不需要户头的。如果以我平常，那个对我没有用，最好什么都没有是最好。那你之前抵押那个房产，那个房产价值，那个我不晓得，那个是碰巧出。那现在家里有多少房产？我家里房产。你是给你自己做这些吗？坦白说，我不过问这个事，就是我这个人，从出道现在只知道工作，其他的事我没有管，只是因为自己爱做梦，爱去完成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自食恶果吧。对。这个过程当中，碰巧跟你碰的讲过最感动的一句话是什么？你说他对我？对，就是因为今天就是夫人是一个事情，对，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什么话题是让你感动的？骂什么最凶？骂是每天骂。夫妻有大吵，有要离婚吗？吵到离婚。倒没有到那个地步啊，只是说我是比较抱歉的，就是怎么会把事情弄成这样子。然后他最后又说，那你自己想怎样就怎样吧。到最后他也无奈了，他说那你怎么决定就决定。到因为我们之间没有那么两个，虽然说我是不是讲说我浪漫个性，但夫妻之间到底没有这些什么样分钟半夜对话什么，没有这些。那你借钱还有抵押这些名字都是画的自己，还是有用到的？没有，都是我自己。那你债务上面有没有保护家里的老子这样子？就是比如说跟银行登记啊什么的。跟银行登记，那些名字他们都不用自己的。我借款，对，是我自己的名字，通通不会牵扯到家里面的人。那我老婆去卖房子是因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对，房子如果是我的，应该早就不见了，因为我对钱没概念。早在应该出道不久，买的时候都觉得不久，我可能会拿出来拍片，只是危险，所以不要让我管钱。对，那房产的登记主要是给老婆的名字，因为按照你的讲法好像我不晓得哈。我坦白说，我没有在管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我真的不晓得。我只知道工作，然后理想做什么，我只知道这样。这个你了解吗？其实碰骨这种就是没有其他的概念，他只有
只有自己设计出来自己一个美梦，一直在朝那个方向走。哎，真的是不懂。碰过14年前啊，就是您光彼岸的问题，那时候您老婆也卖了房产，那这次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没有卖，那时候没有卖，没有卖。那两次都是因为钱的关系，就是导致影响到家人。你有没有觉得你就是害到家人，对不起他？不，这这个不只是对不起，这个已经是。我认为呢，我认为一个男人不应该祸延子孙，所以道歉的话已经说过了。今天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造成，他们都是你们都是非常非常无辜的，但是希望各老爸所做的事情，老爸自己来担。我们要好好。会不会担心就是债务人找上家人？这我不担心这一点呢，是因为我说过嘛，不要躲，不要躲，我诚心诚意来跟他面对来谈，应该就是大家会接受了。因为这跟家人无关嘛，没有，然后这就是我个人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没有发生这种状况。那接下来我就跟他开始了协商，我们有诚意，大家接受应该不难。凤哥刚刚提到说上一次房子没有卖，所以现在房子状况是抵押，还是说这一次是已经卖掉？应该这样讲，应该这样讲，他现在要把房子卖掉，之前他用房子去怎么样处理钱，我不知道，处理了一半，就是已经处理了一半，可是那一半，不管你是去贷款或什么，还是要还啊，还给别人而已嘛，反正那不是我，可是虽然现在被他的决定是把房子卖掉去还那个贷款，可是现在的这一次。也不是卖房子能解决的，因为你说在台北要卖一栋1亿的房子不容易，要买要卖都不容易，所以我才说好，那是不是我用接下来是我用我的能力里面能跟大家协商怎么样一个还款这样。那时间差不多，谢谢各位先进，那希望大家能够帮一下碰狗，在文字上面的或是标题上面的，真的要拜托大家，那也希望说创造一个可能的机会，让碰狗有机会为大家继续服务，不要断在这一次的这一个点上面，希望这是他的人生的停损点，大家加油啊，难过啊那样。如果人家要原谅你，人家怎样让你去延这个时间，让你去好好处理，那就是最大的福报。好，那再站起来跟大家说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来，各位先谢谢哦，谢谢大家。你怎么了？你是谁干的？碰狗问一下，老婆现在有工作吗？没有，没工作。家庭主妇。现在宣布破产，你一个月的月收入大概有多少钱？我。三个工作。不是我谈的，不是老婆的。签约也是签他签的。我一个月每个礼拜有5个小时的播出量，主持人算时数。那你有想过，如果万一电视台那边节目都卡掉的话，你怎么去还这个？对，这个是接下来我必须要思考的。
谢谢啊。好，谢谢。